台湾与欧洲关系升温，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10月30号立陶宛中央计划管理局在立陶宛发展合作年度会议上签署了第二份合作备忘录。台湾将追加500万美元的资金，约新台币1.6亿元，继续与立陶宛合作推动乌克兰重建计划。